First bloo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老办法是行不通的。不是被封印了吗？封印是封印了，但是这把我觉得玩一下没啥问题。现在我这朋友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这些长时间不联系的，突然之间找你说话的那些朋友，我大部分概率都是有钱呗，借点钱呗，都是这些。没有事儿，他是不会找我们的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都是借钱的，100%。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这上路怎么没人呢？瞧不起我是吧？连对手都不给我。这把我告诉你们啊，谁也别想好，我这阿卡丽这把是要超神的。什么叫飞雷神？飞雷神，给你们来一把。真是瞧不起人呐。给我一把好刀，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你干哈呢？哎呦我天，我有一大把的麻烦事。这波血钻，这波血钻。我听听啊，如果你看起来很可怕，你最好是真的可怕。你看，我给你们听听啊，突然之间给我发个微信。安总，睡醒了吗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，你今天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？你呀，100%。下午给你转回去。这是有点虚啊，这交房租，然后明天等我家人给我转回来，我下午一个事儿给你。这也太虚了，这是注意身体呀、啊！你等会儿，我这剑圣挺狂啊，剑圣挺狂妄啊！我调手机呢，兄弟。努力跟上我。我 Q 一下，再 Q A 一下，一下烟雾弹再一回来 A 一下 Q 一下拉回来，平 A 接个 Q 一下。我就在这儿。这打人也太刮痧了，为什么我这阿卡丽到手里就刮痧呢？那波比一共补了4个兵，我都没办法把他杀了。速度和技法无与伦比。
一 R W 点岩扣，哎呀，穿回来，哎呀，这都能给我换了。不过我们好像有点赚，这一波又是很赚，发现没？这波又很赚。别管君衡了，这是一场恩怨的清算。只不过波比出出来日炎了。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跟他换了啊。谁 Rampage？ 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他们的弱点就是我的目标。扣一下拉回来，扣一下 A 一下， A 一下 E 一下，一回来撇烟扣一下拉回来。这么多的敌人，这么多的刀子，一套半管血吧，我说实话耗血来讲是可以了，可以是可以，就是光耗他打不死，没有用啊。你算不上什么挑战。这波我知道怎么杀他了。啊，这波我已经知道怎么杀他了。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还以为你很结实呢。我再也不玩阿卡丽了，我再也不玩了，我真的这再也不玩了，我再玩我就是狗。我肯定再也不玩了，你们放心，谁让我再玩我也不再玩的了，这英雄我指定不玩了。我说实话，我这阿卡丽玩的都没我斗地主玩的好。老办法是行不通的，没有查克拉。A 一下呀，大哥 ，A 不死，那能 A 死吗？他一共有八十来滴血，我八十攻击力 ，A 不死的，我这被动都 A 不死。呀，按错了。规矩是阻碍，谁定的规矩，谁去守吧。太菜了。不过我已经暗夜收割者了啊！终于来了，上！其实我不想杀你，但我一定会杀你。回见！你不用你炒绿豆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必须得追死你。你还回头？啊！你还回头？小老弟，我夺走的，你要不回去？我赶紧回上路啊！
哎呀，本身我这跟这波比打呀，我操了！我能让一个八级的，也不八级的吧，我能让一个相差了我两倍刀的人给单杀了，你说吧，啊？多菜，多菜，多菜呀，多菜！我的杀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因。关键他连刀都不补，我每次玩阿卡丽，别人都不补刀。拿出真本事来！我一个人干活，我不用你搁那里不补刀啊。你让我 A 一下，你大爷的！当然，他们可以想想。大招86秒袭击。这波我要单杀他，你们拦不住我的。我说的。嗯。你到底补不补？快点上来！晃晃悠悠的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给我一把好刀，攒着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哎呦我操！左手。哎，我没雅切昏君。受不了了，25层杀人书必须得。草里有眼儿，有个屁眼儿，有眼儿他早就可依我了。好吧。谁死了？人身上有300多个穴位，护不住的。阿卡丽，我永远的痛。怎么就玩不好呢？这英雄没思路。我有一大把的麻烦事。还有用不完的时间。关键我不知道这英雄吧，打那种特别猥琐的人该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每回吧就刀也不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就耗血，就只能进塔耗，不进塔耗就耗不着血，不补刀。这波本来轻轻松松能双杀啊，本来是轻轻松松的三杀双杀，被我搞的还他妈得交个闪现，气死我了。别退缩，我再也不玩阿卡丽了，再也不玩。赶紧结束这一把吧，我太痛苦了。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吓破胆了。你旁边有人吗？一次出手，换一条性命，干脆。要干什么？
要作死啊，机器人是不作？均衡教派无法控制我，我专做他们不愿做的事。下一件装备，我直接巫妖，我都不出那个沙漏子，我都不出，我直接巫妖。我们去下路找亚索，我就跟他单带一波，看看到底我的水平怎么样。啊！我爱我的手艺。看来我的水平并不怎么样，兄弟们。这个 E 确实是有点离谱，没想到我的阿卡丽居然连打匹配都赢不了。没扣出来，下一把吧，兄弟们。既然寒冰在一直退出连接，咱也别折磨人了，赶紧下一把吧，行不行？下一把吧，别折磨我了。我不折磨你们，你们也别折磨我，我们互相也别折磨。哎，这阿塔利呀，这英雄啊，怎么这么难玩？寒冰到底在干嘛？寒冰，什么意思？折磨人是吧？你给我打他！慢慢 poke， 没事。这卡莎打人这么疼吗？快点的，排位开了，直接撤退。说好的不玩阿卡丽，我寻思那个，真的随便玩一玩，打个匹配，练一练。但我发现这英雄确实不是我能触及的范围。每个人都有他特定的英雄，我估计我玩德莱文都比玩阿卡丽厉害。我闪一手。这波你们觉得我能不能反杀波比？我只是刚热身，从今往后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哎呦我蓝脸汉有点那意思了啊。有点那意思了啊，蓝脸汉。没错，报应就是彻底。
别想阻止我。当然，他们可以想想。找到剑圣。好像我有点要无敌了，兄弟们。嗯，我有点要无敌了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反正我好像是有这种感觉了。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无敌了。别管均衡了，这是一场瘟疫的情形。你的遗言真的要这么说吗？叮！哎，我怎么被大住的呀？哎，我不应该被大起来了呀？我被机器人抬起来了吗？哎呀，能量解全，我操剑圣怎么收割起来了？还行，下一把没无敌。我本以为我无敌了，其实我是个弟弟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再来一把，不来了，我这辈子不会再碰这个英雄。